要问一下一周好了，因为我知道这次你好像压力比较大。结果就是我比较擅长舞蹈嘛，结果这次队内担当是 vocal 担当，就是我刚才那个高音确实是有点遗憾啊，我会继续练习的，会好好练习 vocal。 好的好的。爱所给的爱收不回。这啥呀？这我可能刚才我之前耳返里面都，我的天哪！不，这也太翻车了。这首先啊，跟大家说个抱歉啊，因为，我自己呢一直不想在舞台上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伤害。我自己是很想，就是说，把舞台上但凡是我能够呈现的地方，尽可能的。就不说细节了，起码是能 OK 能过关的。然后，但这次呢，真的是这个就很有遗憾，有什么抱歉啊？就因为本来想的说给你们去带来一个基本上没啥问题的舞台啊，那么现在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自己也觉得是很大的问题。我原本以为至少也会帮我修饰一下吧，但好像一点修饰都没有。